我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向我们南非侨界最德高望重的领袖甘侨务咨询委员居正先生恭贺他90岁的寿辰。在这里呢，我要祝甘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长命百岁。同时我也要感谢甘妈，甘妈在甘公的身边几十年，是甘公最重要的精神的力量。那么感谢甘妈对于甘公的照顾，让我们甘公呢到今天90岁看起来跟60岁一样，能够这个照常的像正常人一样啊，不必这个忌讳任何的食物，吃得非常的顺，然后呢每一个礼拜还能够打3场高尔夫球，我觉得非常的难得。我也要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代表过去我们驻南非的大使馆，以及现在我们中华民国驻南非代表处，感谢甘公对于我们中华民国一向忠贞坚定的支持。那么我们也知道甘公在我们驻南非大使馆曾经担任过经济参事，对于促进中华民国与南非共和国双边的经贸关系付出了很多的心力，也具有很大的贡献。在这里呢，我要感谢甘公过去在公职期间对于国家、对于政府、对于我们中华民国人民所做的贡献。我也要感谢甘公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我们中华民国驻南非代表处的支持、鼓励与指导。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跟甘公说，甘公请你不要忘记您的100岁生日寿宴的时候，一定也要记得邀请我，不管我派驻在哪一个国家，我一定会赶到南非来帮您一块儿庆生。在这里呢，我也要感谢我们郑庆雄这么热心的为甘公制作了一个这么有意义的录影带，让我们一起能有机会向甘公来祝贺他的寿辰。我再说一次，甘公祝你生日快乐，谢谢。